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呢？自从上一次我们做了这个《七弹大作战三》的释出影片，也就是《斯普拉顿三》在明年会释出，但是什么时候释出呢？还不确定。不过就在这个同时呢，《斯普拉顿二》也就是《七弹大作战二》，同时也进行了 5.4.0 的更新。没有想到这个新游戏要推出，他们还是会持续做这个平衡性的更新，真的是还是有很爱这个游戏的啊。那么这一次的更新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变化呢？让我们来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首先呢，就是寿司系的武器。那寿司系的武器呢，总共有五把，有这个大家常见的寿司跟它的联名款，还有这个别注，那跟英雄枪两把，就是过了剧情之后会拿到了。那这次的寿司更新了什么样子的东西呢？它呢在射击的时候呢，会更多的机会可以更容易的让墨呢滴到你自己的脚下，因为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说，之前还没有改之前呢，很容易你可能射完以后蹲下来潜墨的时候，可能没有办法跑走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的脚下没有墨。那他们这次改善了这个东西，我自己试了以后，确实是有改善这个东西，这样子应该会比较降低我们射完以后掉下来是粘脚的状态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是点五二的部分呢，是在远。就是射的比较远的那个子弹呢，它的这个着地之后的涂墨的半径增加了 27%， 这个我们也有试，因为我们其实更新之后是觉得真的有差，感觉是从近的跟远的是有一个差距，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在这个更新之前做一个测试影片，我们在网络上也有看到，那我们自己实际后面试的话觉得确实是有一些差异的。接下来是牙刷的部分。牙刷的部分呢，就是有蓝色的牙刷、红色的牙刷跟白色的牙刷。那它这一次更新改善了什么样子的东西呢？就是它在射击的时候呢，这个墨水的消耗量呢降低了 5%。这个对于在使用短枪来讲，应该是多少可以避免这个在对枪的时候会没有墨了。最常遇到的就是在对枪的时候没有墨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。那相信这个牙刷这一次的这个改善，应该可以为广大喜欢使用牙刷的朋友带来不少的帮助啊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斯普拉双枪的部分，就是中距离的双枪。那这就拥有四把啦，就是有这个水球的双枪啊，然后背包的双枪啊，然后鼠球的双枪啊，跟英雄枪的双枪。那他们也做了什么样的更新呢？他们的更新的部分呢，跟牙刷是一样的，就是在这个墨水的消耗量呢降低了 5%。那下一个呢是 H3， 就是超长的那个，然后一次连三发，只要打中三发都打中，必死无疑啊！这个有三把，然后第三把是很可爱的这个樱桃配色的。那它这边呢有什么样的改进呢？它的算是改进吗？它的墨水消耗量增加了 25% 啊，那可见应该在这个平衡性，应该可以说是在这个前期应该是有很多人都有使用这一把枪，所以它为了要平衡它这个武器上的这个 balance 一下这个优缺点，所以他们这次修改的就是让它的耗墨量增加了 25%。那接下来的这两把呢是香槟枪，香槟枪我目前玩也是看到比较少人用，但是大家如果有在看这个日本最顶尖，目前最顶尖的选手 Chocopello 的话，就可以知道哇，他真的是一个香槟枪爱好者。那应该用的人也是算是有啦，但我真的比较少遇到啦，那就是有顺爆的嘛。那香槟枪这一次他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呢？就是香槟枪大家都知道，在你单点击发 ZR 这个键的时候，它可以射超级远的。那当然他们这次改正的是，你连续按的时候它就会连续发射，就是它的射程比较短。那在这个射程比较短的时候呢，它的墨水消耗量会增加 20%。 哇，那这个对于使用香槟来讲，这个墨水的管理就是要再更加的严格训练了。好，下一组是谁呢？下一组是我们之前最喜欢、最常用、最喜爱的武器，也就是红双枪，就是有牌的跟这个 custom 这个客制的红双枪跟一般的红双枪。那他这一次改进的这个，我从这个日文上面来看啊，他是说吼，以这个普通的姿势跳起来射击的时候，它的这个子弹的偏移增加了 25%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跳起来射的时候，子弹正常来讲子弹应该就是会往前射嘛，你这样往前射它就是直接落下，但是他们每一把武器其实都会有一点点偏移，就是会左右稍微偏移一点，但他这一次改进，把这个你是普通站起来射的
子弹偏移 25% 就会向左向右嘛。那他后面又再标注了一个，他说就是翻滚过后的射击的偏移是没有改变的。那这就很有趣了，就是红双枪的射击，就是之前很现在也是很多人在使用这个 jump cancel 跳起来，翻滚之后跳起来射击这件事情。那前一阵子才增加了耗墨量，那现在又增加了偏移。就我自己是这样子看起来，我怎么觉得翻滚过后跳起来好像没有增加偏移的感觉，好像没有啦，好像有用，好像没有。但是因为他这里又特别写翻滚后的射击，所以也不知道是指翻滚后正常射击没有改变，还是翻滚后跳起来射击没有改变。这一点就是感觉好像有一点保留的样子，但我们试是觉得没有差很多。那我自己在打靶练习的时候发现说，其实偏移这件事情对于我们这种上了一点年纪的人，或是比如说在瞄准上还需要再进步的人来讲，好像其实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就是没有办法瞄那么准，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造成取射发生，然后就变成射得到敌人了。所以这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呢？就有待大家实战练习看看，然后可以再为我们做一些补充啊。那这边目前以上呢是这个武器主武器攻击的部分的，那接下来呢副武器也有一个做一个更改哦。那更改的地方呢，其实就是这个大家最讨厌的鱼雷这个酱油瓶啊。它这个追踪酱油瓶它更改了什么东西呢？它是更改了你使用过后它开始恢复到开始恢复的时间增长，是增加哦，不是只有这一段，是增加了大概60/8秒的时间。60/8秒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这个游戏是60格嘛，所以是1秒60格，所以等于是说它增加了8格。那60/8大概是多长呢？这个我们这如果是8除以60的话，应该是0.13秒。0.13秒这个概念好像有点难感受得到哦。那我们实际测试了以后，我们从这个鱼雷丢出去到它的墨水开始回复，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计算哦。丢出去到它开始回复，大概总共的时间是1.3秒左右。所以它因为你开始回复的话，它的那个墨水旁边站着的时候会有波纹，那你在墨鱼的状态下的时候，它是会有那个左下角会有一个小圈圈开始跑。大概是 1.3 秒的，那这可能就可以改善，就是会有人就是疯狂的丢鱼雷的这个路线。那相对来讲，在平衡性上或许可以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帮助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还有一部分的武器，它的这个 special 就是它的 SP 的部分的，等于说集满这件事情也做一些调整哦。首先是这个若叶的，也就是我最爱用的这个饭团若叶，它面目前改成是原本是要200才可以发动，现在是190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是白色的这个间谍伞，这个别住的这一把哦，是原本也是200，那现在降下修到190了。那接下来以后的呢都是增加哦，是这个斯普拉狙击联名款，然后它是从210升级到220。那接下来是斯普拉这个近狙的联名款，也是从210升级到220。那接下来又是4K 这个是从这个170升到180。那 4K 近狙是从170升到180。那最后的呢，竟然是这个，就是我们的红双枪，下雨的那个红双枪哦，从210升级到220。哇，那这个红双枪就已经泡沫了。现在这个子弹又偏移 ，SP 也给我增加。难道最近这个时期这么多人在用红双枪吗？哎呀，这样子我们是要怎么样再重新拿起红双枪？本来都已经放在仓库准备拿去回收了，但是我们对于他的喜好，毕竟他手还算够长啦，那就我觉得对于高手端来讲，不管你做什么调整都是一样的。最多影响的，我觉得应该会是中上这一段的人哦，可能会在可能墨水管理啊、射程管理，或者甚至是这种种的这些东西，可能些微的调整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把这一次的这个更新呢，就是用我们自己能读懂的方式呢，来分享给大家。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讲解的过程中有任何的出了一些问题啊，或是讲解不正确，也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会立即改进的。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分享一些好的资讯给大家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学习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呢就是哦，还有一个东西漏掉了，就是目前还有4个场地哦，就是有一些特定的位置，它这个在要进去对手的这些地方，可以进到对手地方，他们也是做了这些修正，但他并没有讲在哪个地方，他只有说是野外音乐堂啊、玛利亚号啊、这个农园啊跟这个弹涂楼这样子。
好的，那目前看来这个更新到底有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呢？后续就希望要交给大家来评测啦。那么今天的这一个七弹大作战2斯普拉顿2的 5.4 版更新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咯。我们期待下一次再会，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消息或是有什么希望我们可以做的东西，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建议。记得如果这个影片还不错的话，记得要帮我们按一个赞，并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